什么情况吗？刚开始了？刚开始啊。哦，我刚录起来。没，也不能算刚开始，公牛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嗯。被戳了吗？你看这个农民数量被戳了，妈妈都不认识自己了。哦。他农民中落后快二十个农民，你告诉我怎么打？啊，是有点尴尬，我操。就导弹车拼一枪了呀，导弹车打这个追猎真的猛。废话，导弹车还不猛，你妈这个还打个毛啊。哎，但这波有点凶啊，这波。对啊，这波导弹车还可以啊，但有这个呀，有凤凰，有凤凰，有立场，有凤凰。你这个你过来隔一波，先吃你一波。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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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上去，四个导弹车，凤凰回来，凤凰，两个不朽应该没问题，隔住了，这个不朽带赢了，赢了，它上面还有一个电池，两个电池还有，你打不动了，来再抬一抬吧，打不动了，这个不朽太猛了，GG了，妈的充电宝太猛了，根本打不动，哎，这充电宝真的猛啊。打不动，我说后面他把那个充电宝加25块钱，可能会对神族的这个防守。我告诉你，这个充电宝绝壁把神族加强了。你母舰核心是有时间的，对不对，大炮台？嗯，你说一个充电宝和一个那个大炮台，你要什么嘛？一个水晶炮台，一个充电宝，肯定充电宝的呀。안타깝게도백동준의깔끔한역장플레이와빠떼리신공으로수비를해주었습니다고병재수가두번째맵을골라게저번주에서똑같은밸런스상황에서백동준선수를2대0으로잡아냈거든요고병재선수가이번에는백동준선수가드디어한세트복수했습니다한세트저번주똑같은밸런스에서고병재가2대0으로잡았는데오늘은백동준이1대0으로앞서고있다는점感谢这个老先来我签证不过的一个飞机，哎呀，跟你们说了，妈的，每天都在，你天天都在签证，你是不是天天都没过呀？我怎么感觉你天天都在签证呢？我也是醉了。한달에한번씩그렇게이불쌍한크래커를위해가지고5,000원아메리카노는한 3,4,000원 하죠보통그러니까뭐바닐라라떼뭐프라푸치노이런거한잔안먹고이렇게저한테후원해주신점정말감사합니다여러분들의스타벅스크랭크好了，这个比赛是波三的比赛，到了决赛才播。빨리준비가되네요카탈리스트카탈리스트에서펼쳐지는다开了呀，布兰卡，不用等了呀。들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난또몽키스팬으로구독왕경현이형이구독이예언자보다중요하다아시잖아요당연히중요하죠妈的，刚才看那个弹幕飞过来，让我分析一下守望为什么黄了。场间来跟你聊，妈的这种。我们看比赛，该看比赛看比赛。那我是不是应该去 NGA 去，妈的去爆一波，妈的毒奶色在评论守望？不不不不不，那你这个哎不，你这个东西你迟早会被他们看到的。我作为一个电竞从业十几年的人员，说一点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看法。啊，有没有二五仔在 NGA 有账号？我是没有的，快刷起。大家不要马上就要评论守望为什么在中国会GG，理由是什么？有没有二五仔？快点赶紧去！首先，我跟大家说，守望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差，也没有GG。这番打完你再吹好吗？我们先看比赛。哦，这刚开局嘛，我先表明我的立场。守望并没有GG，作为一个游戏。它还可以，无论是在线率、制作的质量，作为做那个就什么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反正游戏的这一块还可以。但作为一个电竞产品，你如果在电子竞技这块来说，
他现在的现今的这些政策，除了 OW 还没有揭开面纱的 OW 以外，是挺失败的。至于为什么失败了呢？有很多诸方面的原因，我就不讲了。我们先，你们看，待会儿你再讲。感谢浦东台球单双手干九幺的一个火箭狗逼。有诸方面的原因，具体什么原因？对，具体什么原因？你们先不要吵。不，我马上就讲完了，你不要叫。还没讲呢。我马上就讲完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很想知道。哎，你这种懦夫，哎呦，老子受不了了。我也很想知道，求各位 NGA 的大大们解谜。好了，没了。这种懦夫，我靠，受不了了，真的太懦弱了。你慌什么嘛？妈的，关我什么事了？我靠，我为什么要讲呢？关我屌事啊？他妈的，我讲了要变，我要被带节奏了。哎，我讲的好，对不对？啊。我讲的好，你妈的就要被 N， 说不定被 NG 的人妈的拖到论坛上表，你妈一表就表一表表你妈几天。我讲的不好，他妈的说不定我第二天就被暴雪中国人叫到你妈的叫到办公室去表，你妈估计也是表一天，有什么意思吗？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我操！你可以在关键的时候语气稍微的措辞稍微低调一点。我也不傻，我靠，我才不讲这种东西呢，关我毛事，我操。妈你想拱我火，你妈的，我也不傻。不，你答应过谁有要讲的？我讲了呀，至于什么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呀，我也想知道呀。真的是啊。是吗？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爱女警的黄旭东了。老子你妈不会讲的，你不要这么逼逼，我操。关我什么事了？要不这样吧，我们叫一个敢讲的人过来讲，好不好？你叫法人来讲呀，法人敢讲。对啊，法人敢讲呀。法人你妈就突出一个敢字，你让法人来讲。你家不要讲，他会告诉你妈凭什么不要讲。老子凭什么老子就要讲，对不对？凭什么不能讲啦？现在是我呀。好了，这波我才不讲呢，妈关我毛事，我靠！妈，你们这种想坑我。하지만이화염차가이사이클론을못뽑는이런상황에서탐사정어느정도잡아줄수만있다면은약간사이클론보다는这波双线如果打到的话，基本就遭中了。火车六二矿，枪兵头矿，这是古米后比较擅长的一个双线协同。我告诉你们，不要想看这双线，只要你们能做到这个双线型，你们至少是钻石组的水平，稍微有点瑕疵，至少是钻石组的水平。如果说完成的比较完美的话，你们至少有大师组的水平了。先枪兵过去吸引火力，对，哎，怎么直接打正面？不，打正面有点过了。哎，妈的，这什么情况？那他强行烧农民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才把别人的兵勾走了，不就好了吗？妈的，老子分析了那么久，妈的，他打我脸怎么办？但他进去了呀，他你妈不但打了正面，还在家里面再搞一波。你妈！原来他们 TVP 这么打的，没看懂啊，真的是。他还没烧得很好，烧得很好，估计还不止点农民。真的没看懂呀，这种为什么会直接打正面呢？你妈分析全场，别人直接从脸上就躺过去了。干嘛？我告诉你，刚才那个火车加那个运输机过去的时候，有99%的人都会跟我分析的是一样的，要打多线协同，说明你们是看得懂比赛的。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运输机切进去，然后直接烧这个烧矿。对啊，这是对的，有点过了。刚才他这个杀了十几个农民，其实也还好，对那个亲本来说。对，因为你也损失了很多的这个火车，六个火车。布林克好了之后，这波骚扰的话，顾明还有点烦。对，爆防。现在顾明就猥琐了呀，等待自己的兵憋出来。哎，你看古米欧现在打法就是前期我占了优势啊，直接就两矿一波推出来了。
对啊탐사정좀사라야이거는야이거는아이건좋은데요좋지않나요여러분이분뒤에시청자분한테묻겠습니다좋지않나요 야이거일단500이늘어나고요전차꾸준히뽑고있습니다아근데백동주도짜증나게잘하네요이러면서분강신문只能现在各种的挠痒呀只能怎么办嘛해병이랑전차랑막으쌰으쌰해서부위부위댐들이로오잖아요그때분광기가딱들어가가지고돌진광연사여섯마리소환하면은이테란이까들어줄수있습니다근데그런타이밍이안나오면은그런플레이가안나오면은아꾸며퇴이버를너무三坦克这波还是有点凶这波有点凶他机枪在前面顶着然后让坦克让坦克直接能推到一个可以炸的位置就行也很屌啊这个오이제연결치솟시켰어요고문주왜이렇게잘하죠야이정도면은연결체취소시켰기때문에어일단우리선우리선우리선아구멍들어가아어우리선다잡혔어요아이거너무뼈아픈실수인데요안돼요아예이거해병해병우리양방싸먹기包一波오일샌드위치오일샌드위치包一波把不朽包了后面能不能包动불멸자다살아가면안됩니다还有一个哎秒不朽啊秒秒秒秒秒还包动了这波包的有点好死了呀死了呀这三个坦克在三框一架后面的兵源源不断的聚上来对这哎为什么现在都那么勇嘛啊你告诉我为什么现在都那么勇现在这些人他妈的我也看不懂他们为什么现在就是这种感觉能跳脸就绝壁不会那个绝壁不会犹豫的就直接跳脸是的呀야이거프로토스가이정도까지몰리는상황보기힘든데요三个坦克被打的其实有点伤但基本也没什么兵了刚才其实换这三个坦克我觉得换得非常好물량차이가너무많이납니다인구수가112대86보급품차이부대보급품그러니까전투유닛차이는65대39我就不信了你还能顶回去일구조여졌어요일단妈占的人口差快30凭什么두단계차이가나긴하지만수호방패일단없고요啊两个两方好了要上了冲了两个两方好他利用这波叉子先吃火力然后秒坦克他我觉得操作没操作好他的不朽应该早点把坦克秒了他追猎损失太大了他刚才冲上去 A 上去然后用不朽把两个坦克秒了就好了其实没冲好我跟你没冲好对一比一一比一不开局这个有点过分莫名其妙就冲脸了예언자높은은확정적이라고보는데예언자높은다음에이제예정이없잖아요아직이정도면은블리자드에서지금고병这个 TEP 其实打的水平还挺高的对基本上可以看出现在的 TEP 要怎么打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看看真的应该好好看看郭米尔这个 TVP 的的确理解还是很快的당원같은경우는물론염차를잘못써가지고탐사장을많이못털면은테란입장에서엄청불리하긴한데아그타이밍이보통5초있거든요5초보호막충전소가있다고해도5추가지고는화염차일일이다점사해가지고탐사정살리기는힘들고심시티가되어야될텐데심시티는보통잘안하려고하지않습니까근데모르게일반적인관점으로봤을때저플레이자체는정말좋은플레이가아니었나好了应该开始了切过去啊奎昂可没有人要看你这张脸哎我发现奎昂其实还可以啊他这个比赛有2500个人看啊还可以啊退席的对呀、啊、
오디세이 是还可以啊。오디세이妈的，他这个主要是妈的。갑시다。哎，我想问一下，在那个退局上，你比如说订阅了，你有什么福利吗？一个是可以不看广告，一个是那个你可以看 VOD。看 VOD 不是你结束了不是就有 VOD 了吗？不，有些人要订阅了才能看的，有些 VOD。哦，还有呢？还有一些就是什么聊天室表情之类的。那你们有毛关系吗？不是，你支持你喜欢的主播呀。对，没错，我说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如果说不订阅是吧？你只能看这480或者720的，你订阅你能看 1080p 的。不是，这个很少很少，以前有，现在没了。现在很少了。哎，你们不要说了，我知道，就算你们斗鱼开出这种功能，你们也不会订阅，因为你们是来听相声的，不是来看比赛的。你们这帮二五仔，我操！밸런스가안좋은건사실인데요거요런거몇개단편적인게임들만몇개보고또블리자드가패치를늦게할수있어요애초에밸런스가정말제가생각하기에도지금안좋은편이거든요그럼대란이막상대회를나왔기때문에아不过工作人员说，맞는데我觉得Gronk的这个退流还是挺清晰的。是吧？你要720P啊？他1080P的。对啊，1080P 60帧挺清晰的。我虽然只能看 720p 流时，但我看着这个流很。他6000K 好吗？他推的。6000K。退只现在普遍的主播都推6000K。妈个蛋的。여보 one of observer or one of player might be disconnected. If player is disconnected, we can recover. 他说我们可以开单声道低音质。你妈订阅订阅了才给你妈双声道，你妈一体声。不说出来不是单声道，是左声道。妈的，就看一个声道。对啊，就妈左声道低音质，订阅了就可以听立体声。你妈的啊，也是个打法，我跟你说。妈的，你说的没错，的确是个打法。물좀마실게요아눈앞에이비타민이있고종합종합비타민알약안먹은지엄청오래됐어너무먹기싫어서是的呀，那么这种 A 玩 ASMR 的那种女主播也可以对呀，对不对？我告诉你们订阅了付了钱，他那个声音就立体声，你妈7点几那个什么环绕立体声。如果你没有订阅，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想过了，妈的我们怎么搞？就订阅了我们是不是 啊订阅了我们，妈的你就能听到两个人的相声，你不过不订阅的话你只能听到一个人的相声。这你妈感谢这个老先说我今年考不上研的一个飞机，怎么那么多考研的，更贱啊。哎，我们这里怎么有那么多考研的，妈的学生还挺多的呀。你们怎么都，哎，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想通过考研你妈来逃避社会吗？不过现在好像研究生出来也不值钱的。不，现在研究生太多了，真太多了。对，研究生好像出来也不值钱。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报道，说什么不要说研究生，妈海归都不值钱了。现在，妈海归还没研究生值钱呢。对啊，我就说嘛，不是，我说海归研究生。海归是这样的，我有上来就狗了。海归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出去，你比如说你是考出去的，然后还是学了点本事回来的，那还是可以的。就这些年有太多那种你妈说就花钱出去读野鸡大学的了，就你妈也没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就外面随便考个大学说出来自己也是海归呢。是的，然后出去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回来，就大家看透以前妈的有点崇洋媚外，你知道吗？这个是真的，现在大家崇洋媚外就没。说白了还是我们祖国强大了，你妈的就没有那么崇洋媚外了。你现在是不是听就说到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妈的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当然了，他妈的我突然一下就感觉你妈的祖国强大了。我们，妈的你怎么跟 我们也站起来了。对啊，我也骄傲的一样嘛，现在老子是中国人。对呀，但你还是川奸，我操。他妈你不要管，反正你不要管我什么奸，反正我他妈是中国人。来卡住了。
对的呀。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你妈突然就感觉很热血，你知道吗？你妈的，这现在都不适合唱那种了。什么洋装虽然穿在身，九八五二幺幺这种出来的，怎么可能会担心工作的事情嘛？说唯一就不同的就是你做什么？好卡呀、啊，他们好卡，对，把谁卡？妈说我是汉奸，脑子绝对不是汉奸，我跟你们说。你是我靠，这他妈已经三分零五秒戳脸了呀，已经。已经死了。三分零五秒戳脸，这个战术太猛了。所以暴雪那个改、哎。农民被打了，他没点下那个，没点下充电宝。哎，你不管点不点下充电宝，就这波戳完你也很伤。其实是这样的，他直接是那个虚空一波了，是这样的。暴雪他那个削弱的那个，就削弱先知的那个思路也是对的。你如果三分零五秒出不了，你稍微等这个有一个导弹是出来的，那就简单一点，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压伤了。也压力还是大，因为你正面有追猎压制的，你导弹车可能就去管正面了。对啊，哎，这时候我又要说一句的，你只要学会这个战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钻石组的，在国服钻石组，你们可以横着走。对，这战术挺厉害的，横着走，我就告诉你们。咱们九八五和二幺幺也没啥厉害的，都是看关系。不，九八五二幺幺，我告诉你们，比如说，你们简历投到小色这儿，他还会看一眼的。从野鸡大学，他看都不看的。谁说的？我都看着，好不好？哈，你说白了，你就是看中别人他妈长得好不好看？哎，你怎么知道？功利逼！我靠，这两个导弹车，哎，不会翻盘吧？有可能翻哦，这两个导弹车这样杀，妈十个人呢，翻了呀，翻了，这两个导弹车无敌了。你感谢张琪哥广告营销部的一个飞机啊！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看照片？妈的，我最大的爱好其实就是看照片。是的呀，我知道的呀。因为他妈也这样干过的，你不要说我。干嘛？我对啊，我也干过的呀，干嘛？大家你招人就这样招的好不好？正常人的心态，你找一个丑的你妈坐在你旁边，跟找一个好看的坐在你旁边完全不一样，好吗？那是，对不对？但是呢，话要说回来了，如果你妈的你是男的，你很帅，那对不起，你妈你帅，你绝对进不了。我就告诉你，妈你帅，你妈你绝对进不了。他妈的，妈对不对？老子会从中想尽办法从中挑刺的，干死你们！我操！我靠，你素质怎么那么差呀？不是素质差的问题啊！啊，素质太差了，我操！妈的，你是不是这样的？不，你妈你手下都是歪瓜裂枣，你不要手下都是。不，我素质没有你那么差。你这个不要胡说八道，因为，哎，这你妈不会一波冲，哎，坦克出来挡住了，赢了。没有了。你这不要乱讲。我告诉你，花爷，我知道你什么人，周宁都法人都告诉你。不，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啊，我告诉你一点，男的简历就到不了我手里。为什么？我看不看呀？有什么好看的？这你妈，你连看都不看，你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好看的吗？你妈的，你比老子功力一万倍！你妈的。